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学习第三课，题目是妈妈对不起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来看几个新生词。第一个，警察，请跟老师读。警察，警察，那我们看这是警察，那么可以问，你想当警察吗？你想当警察吗？好，下一个，模型，请跟老师读。模型，模型，那都有什么模型呢？我们来看，这是汽车模型，这是飞机模型，这是钢铁侠模型。下一个，我们看小乐和小明，那他们两个人怎么样呢？他们俩在吵架。小乐说，是你的错。小明说，是你的错。他们两个人在吵架。请跟老师读，吵架，吵架。好，那这是我们今天学的生词。第一个，模型。第二个，警察。第三个，吵架。同学们记住了吗？